我现在83岁了，我感觉我还像20岁。我今年94岁，觉得都100岁，都很老了，还可以互相照顾啊。我们每天的生活没有什么特别的。你知道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吗？今天跳舞。4、2、3。痛苦的过一天跟快乐的过一天是同样的一天，所以我们要选择快乐。怎么那么臭啊？大姐，你有没有放屁啊？没事了。